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很多人来美国，各种各样的，五花八门，对吧？有投资移民的，有那个疫情移民的，有过来以后寻求那个申请居留留下来的，什么政治庇护啊，这个各种各样的。那这里面呢，还有一类呢，比较辛苦的是偷渡的。那么我们想聊一下这个世界，我去过很多国家，那个有的时候在欧洲呢，他警察是在街上会那个叫你停下来看一下你的证件，我本人是没碰见过，我以前是有碰见那个我跟两个朋友在一起，这两个人呢，那个警察拿下来问他有没有身份证。对，他好笑，因为这两个那个比较有钱的，就是年轻轻的就世界各国跑，特别是他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巴西，老是在海滩，老外嘛喜欢晒太阳嘛，就晒得漆黑的样子呢，像中东的阿拉伯的那个。那么就是在西欧，原来是有的时候会有查，有的国家不是所有的。那个对我们亚洲人还是非常好的，我是从来没碰见过。那么其实，在美国警察呢是不允许把你走在路上去拦你下来看你的身份证，他是不允许的。那是从法律层面，所以其实对偷渡客呢这一点非常好。那么我今天想谈，是不是美国人会不会不喜欢或者瞧不起？因为很多人千辛万苦想改变他的生活，其实那个也没什么错，我觉得很正常。那么美国老百姓呢，其实的的确确人与人之间是比较平等的。其实当一个人意识到人是那么渺小，那么的像个蚂蚁，所以他不会去瞧不起别人，他觉得都是人嘛，无所谓。所以美国人对移民其实是很友好，非常友好，而且非常大方，也非常那个热情。那其实这个只是老百姓层面。其实对政府层面来说呢，其实他们的真正的内部的政策是欢迎偷渡难民，什么都欢迎。但是他那个表面上呢，还是有一些规矩。这个为什么有？实际上，这统治阶级喜欢难民，喜欢移民，喜欢从不发达的地区去，有大量人口去移居到那个发达国家。这个其实里面是一个很蹊跷的东西。我今天随便说一句，因为这些东西比较敏感，因为实际上它是需要消灭、溶解，也不是消灭，其实是溶解强盛民族。什么叫溶解呢？一个强大的德国可以发动一场战争。可是，当大量的移民的时候，那个其他的人种越来越多的时候，它就相对的比例就降低。就像今天的法国，接下来的美国，它都会有大量的移民。所以，那统治阶级呢，它不是说一定要哪个国家强，哪个民族弱。当然，美国现在很重要，美国是它用来去对付世界的，所以造那么多武器，那个花那么多军费，那个制造假想的跟真的敌人，对吧？那个就是没有战争的时候，也是说，哎呀，我们受威胁了，那个北韩很危险，那个他老是试验核弹，试验那个飞弹、导弹等等，哎，这些我们扯远了。那实际上呢，就是从政府层面，事实上难民进来。哪怕是偷渡的被抓住了，都没有问题。
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其实对你，大家对你都很好，所以如果有能力，你想改变生活，那个这个是一个相对不错的途径吧。当然，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，但有个人喜欢去。当然，我这边不一定说一定要来美国，那个西欧、东欧都有很多好的国家，各个国家都很好。哪怕你在泰国，我觉得都还比较宽松吧，还不错。那个好的国家多的是，那个美国只是名气比较大。当然也可以来美国，也可以去其他地方。这看每个人喜欢程度，每个人的理想程度，或者他得到的消息信息不一样。那么，因为美国好像那个这个信息量比较大，因为它是个大国，比较在军事上、在政治上比较强的一个国家。那么这个我是简单的聊那个，我是觉得那个，事实上也是每个人能真正感受到的，就是移民在美国还是比较如鱼得水，实际在欧洲各个国家都不错，而且华人真的是比较胆小，华人在国外犯罪非常非常少，哪怕是有一点，他基本上也是在华人之间去犯罪。并不是跟当地那个去犯，真正像一些比较野蛮的方式去侵犯别人什么，一般的就是内部小斗斗。大部分华人还是真的是很努力、很辛苦那个生存赚钱，那个所以华人还是非常受欢迎。其实我们米饭民族，韩国人、日本人。都是日本人是特别受欢迎，这个就是那华人也是很受欢迎啊，因为我自己有很多故事在世界各国，大家怎么样对我怎么样好到就是在改革开放初期，那个白人到中国来，那个老百姓对他非常非常好，政府也对他很好，那我在西方各国的那个受到的待遇，其实。是一样的，也是非常非常好。那个呵呵那个好到就是比他对自己本国的国民更好，那是我的亲身体验。这是很那个，就是我可以讲很多故事。那个今天就不多聊了。希望那个如果有想移民的呢。我可以跟我交流，对吧？有什么问题？因为我去过很多国家，我知道很多很多的各种各样的移民方式啊，每个国家对移民的政策啊，等等等等等等。那个希望你喜欢我的节目，点个赞。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，可以分享。更希望你能点关注哦。谢谢谢谢，拜拜。